这个歌曲是一个比较轻松比较欢快的歌曲，也是一个舞曲。哎，对了，咦，越来越好了，状态有了，然后唱的再稳一点就好了。因为爱别离开，用独有的无不唤醒全国的色彩，别被节拍束缚，你不需要为我是算是比较小年纪比较小接触舞蹈的，然后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喜欢，然后受了一些伤之后也是会去努力的去跳舞，这样就是还挺热爱舞蹈的，鼓励希望就是大家继续热爱舞蹈，坚持舞蹈，然后坚持可以坚持自己的风格，然后受了伤也不要灰心气馁，然后也要就是继续热爱舞蹈。